来建了三寺宫殿，但是这个三寺宫殿都不在这个地方，这个三寺宫殿呢都在印度境内毕波罗瓦那个地方。我们上一次去朝拜的时候呢就去过那个宫殿，而且呢那个宫殿那个太子宫殿还有米，还有有那个太子宫殿米留存下来。那么就并且的话呢，太子呢在那个迦毗罗卫国呢学五明之学呀，学那个武艺呀，学那个文学呀，工巧面各方面呢都非常的通达。曾经有一次呢，那个太子呢就与那个四家族的王子啊一起比试射箭，那么最厉害的王子呢一箭射过去呢可以呢射穿三个筋骨，那么太子呢他一箭射过去呢可以射穿七个筋骨，射穿七个筋骨以后呢这个箭的力量还没有尽，射箭这个力量还没有尽，所以一直往前射，然后呢落在地上那个地方呢一直砸下去呢，把那个箭拔起来就有一道泉水流出来。我们看那个玄奘法师在公元七世纪时候呢来朝拜时候所写的大唐西域记呢，就上面说那个箭坑啊，太子当年射箭那个箭坑呢，那个里面流出来的水呀，那个当地的老百姓呢如果有病啊去舀一点点那个水喝病就好了，如果很远很远的地方的人呢就在那个箭坑的旁边呢挖一点点土啊，然后呢把那个土拿回去掺一点点水呢就敷在有病的地方也会好，那也是玄奘法师那时候的记载。那就总而言之呢，太子在这个中印边境呢有很多的那个圣迹。后面的话呢就太子游四门呐，见到生老病死苦啊，然后的话呢也见到那个五净居天化现的那个沙门呐，所以呢他就决心出家。那么决心出家之后的话呢就夜傍玉城呐，在那个马车夫车腻的陪同之下呢马车夫车腻的陪同之下的话呢就骑着白马见字啊，就夜傍玉城，傍夜呢就离开那个迦毗罗卫城。那因为城门已经紧闭啊，所以呢那个四大天王啊就捧着这个白马的四条腿呢就捧出这个城门。所以我们出家人用的这个具啊，出家人礼服时候拜的这个具呢，四个角呢有四块特别颜色的布，那这个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也应该向佛陀学习，像佛陀刚刚出家那个时候呢得到四大天王的护持，这个四个角呢就代表四大天王护持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用功，要好好修行。那这样子的话呢就雪山断发呀，雪山断发呢，那么就我们上次说到了天上有四塔嘛，天上有四塔呢，那么就有太子的那个箭塔，设立箭呢落在地上以后呢有一个箭坑拔出来嘛，水可以给老百姓治病，然后天人把那个箭呢请回天上去箭塔供养。还有呢太子在雪山呢用宝剑把头发剃下来，那天人把头发也请回天上去呢，那么就有发塔。后面的话呢太子呢将成正觉那么呢就那个有一个钵，那么这个钵呢那个也是那个天人呢也请上天呢，就建一个钵塔，后面还有佛的舍利塔，这个是天上的四塔。那么这个我们要很感谢这个阿育王的石柱，因为怎么呢？因为时间很久远呢，那个当年太子降生的地点，准确地点是很难认证得到了，就是很幸运呢，因为有阿育王这个石柱在呢，所以呢凭这个阿育王石柱呢我们可以非常准确地呢判断当年悉达多太子呢他降生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因为有些人不信佛啊，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可以让他们知道呢，释迦牟尼佛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好像神话虚构的人物，确实呢就曾经降生在印度这片土地上，并且呢确确实实呢在人世间实现八相成道，教化众生。所以呢这个阿育王石柱啊这个功德非常大。那么那个阿育王，而且呢我们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透过这个阿育王石柱呢可以知道阿育王呢他并不是一个好像说并不是好像有一些国王的样子啊为了利用佛教
这样子的呢，表面上拜一拜佛，不是这个样子的。透过这个石柱上面古老的那个婆罗蜜文字呢，可以知道阿育王确实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佛教徒。他由当时的首都华士城，就是现在的印度的巴特纳，经过长途跋涉600公里来到这个地方，那就是为了礼拜佛陀的出生地。而且的话呢，在这个地方立起这个石柱，而且呢石柱上面有这个白马纪念太子出家。而且他那个上面的文字呢，就是也是非常谦虚的，就是说统一五天族的那个国王，也是得到佛陀护佑的那个善王阿育王，特地呢来这个地方礼拜悉达多太子当年降生的地方，然后呢也祈求佛陀护佑全印度的所有的子民，这样子大概呢意为现在的文字就是这样子的一段意思。所以呢因为呢虽然说我们经过了那个公元405年的时候啊，东晋的法显法师在这边来这个地方朝拜过。那是公元405年的时候，而且呢回国以后呢，发现法师也在佛国记上面呢有一个记载，而且呢在公元7世纪呢，玄奘法师又来朝拜过，但是呢要判断这个准确地点是很难很难，那么呢，但是呢我们透过这个阿育王石柱呢就可以知道，但是这个石柱呢，在玄奘法师在公元7世纪来朝礼的时候，这个石柱也已经倒在地上了。西域记啊，《大唐西域记》上面这样子记载说，阿育王石柱呢为恶龙霹雳所击碎。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那个大雷雨、大闪电呢、大闪电就是恶龙啊，那西域就成为恶龙了、那个大闪电是雷击啊，然后呢把这个石柱呢就击为三段。所以我们看到有两个箍啊，有两个现在的箍把它箍起来，但是这个码头呢就找不到了，码头就找不到了。那么这个是那个阿育王的那个石柱，我们凭这个石柱可以准确判断。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平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所在的平台，我们看到底下有很好的保护，很好的保护好这个底下挖掘的那些墙啊，有些墙要倒了，也没有去刻意的用人工把它倒正，而是用一个架子，用铁烧一个架子把它扶起来，保持原貌。这样子的古迹保护呢，应该比印度那种保护的方式就要好很多。印度的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了，反正是旧的呢，如果是有的话，就用土把它填起来，上面再加新的。这个样子就很糟糕，以后就真假难分了。他这个样子呢，还是保持这个拯救如旧啊，原汁原味这样子保护起来。但是呢，为什么会建一个房子这样保护起来？因为据说呢，这个中心，这个底下，这个中心，这个底下呢，曾经挖一个石板出来，挖一个石板，那个石板上面的话呢，也就用那个尼泊尔文字，就是尼泊尔的这个民族，主要民族他们的那个文字上面有刻一个石板，这石板上面就说这个是悉达多太子呢真正降生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搞不清楚了，反正是这里和那里反正都很近了，反正就是说石板就说是我是释迦牟尼佛啊，那个悉达多太子准确降生的地点就是我们所站的这个底下，但是呢那个根据其他的记载呢，就是说是在那个菩提树下啊，这样子呢两种说法都有，但是呢好像也都很近，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可以准确知道呢悉达多太子呢当年就降生在这个地方。好了，我们那个唱一个赞词啊。哦萨
悉达多太子啊，当年降生菩萨下云中，那就是护明菩萨呢，由兜率内院呢，那个下生，视线呢为那个六牙白象啊，象鼻呢卷着白莲花啊，降生净饭王宫，降生到净饭王的宫殿之中来。后面呢，摩耶右乐免金童，在这个无忧树下呢降生太子，天月奏长空。那这时候呢，诸天呢都奏乐来庆祝庆祝呢人间
有光明了，庆祝呢未来的佛陀现在呢已经降生了。莫故释放周七部指天指地尊雄，九龙吐水木持荣，万法得正宗。那么就是说那个龙吐水呢为太子沐浴，那么呢从此以后的话呢人间呢就有了一种智慧的传承，能够得到三众神呢得到解脱。西大多太子降生的地方发愿让我们呢也共同发愿希望我们将来呢尽此生了，我们在娑婆世界这一生呢是我们凡夫生的最后一生，然后呢临命终时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我们将来再来到娑婆世界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如悉达多太子一样的在人间实现，然后呢为人间带来智慧和光明，生为众生而生，修为众生而修，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思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恒皆成就。这样子的发愿呢就是非常好。这个地方再往前大概还有几公里，有一个这样子的塔。那么那个塔呢是释迦牟尼佛啊接受他的姨母摩诃波舍波提夫人呢奉献金女袈裟的地方。在释迦牟尼佛临入涅槃之前呢，把这个金女袈裟呢就传给了大迦叶尊者。大迦叶尊者呢，后面呢度化众生因缘已尽呢，把这个教化众生的法务呢托付给阿兰陀尊者，他就在鸡足山入定，就捧着这个金女袈裟，就等待567000万年之后呢，那么那个弥勒菩萨现身成佛呢，再把金女袈裟奉献给弥勒佛。那样子，并且呢也是释迦牟尼佛回到迦毗罗卫国教化众生以后呢，在那个地方接受八位王子，当时呢佛陀回国以后啊，释迦族的八个王子都随佛出家，接受八位王子和500个释迦族的男众一起呢随佛出家的地方，距这里不是很远啊。那我们唱一下这个浴火歌。恭为往昔三千年，化灰尘烟似月天，蓝天你愿是真好，大千世界我成仙，诞生王国有姻缘，富贵荣华谁比肩，东望山中修行去，菩提树下无真尘，娑婆世界光无边，方便猛开垂发眼，大慈悲如是不尽，说法随即万一遍，皈依顶礼世尊前，觉殊心化日日现，信受念乃藏供养，红灯一位法轮转。那么到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在印度的这个朝拜佛陀的圣地呢基本上就功德圆满了。这次的12大圣地呢唯有那个天降处啊，三根萨释牟尼佛有讲完地藏经以后有天上降下来那个地方，我们原来还差一点点，在路边上相隔只有1公里，因为时间太赶了，也天黑了没有进去，其他的应该12大圣地都朝拜圆满了。那么明天的话呢，我们就主要是在加德满都，加德满都这边的话呢
因为尼泊尔现在主要是一个印度教的国家，印度教为主的国家，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不要见到什么像就去烧香就去拜啊。往往你拜的都是印度教的，你肯定还不知道。尼泊尔那边呢，他那个印度教呢，本来印度教它分为三个流派，就是说梵天派、湿婆派和毗湿奴派。那尼泊尔这边呢，主要就是湿婆派和毗湿奴派。怎么分呢？因为他们那些修行人啊、哦，都也是很简陋的，就是一根棍子，然后的话呢，一个水壶，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的了，也没有固定一个地方住的，都是苦修。然后呢，他们那个如果是信仰湿婆的呢，会在额头上面画三个横，三道横线在额头上面。那是如果是信仰毗湿奴的呢，会画两条竖线，中间点一点点红的，这样子，也是画一个 U 型，中间点点红的这样子，那就基本上他们都是那个信仰那个印度教的。我们上次去那个新德里那个机场啊，它机场里面有一尊像。那也不是佛像，我看到有一些信众去那个好像朝拜一下那样子，其实那个不是，那个是毗湿奴的像。尼泊尔这边的话呢，但是我们明天去的呢，主要还是明天后天哦，明天主要去的还是佛教的，我们去那个斯瓦扬布寺啊，然后的话呢，去那个一个塔啊，佛陀拉特塔啊，这个的话主要是佛教的。那么后天去那个加德满都的王宫广场呢，那个就主要是印度教的一些雕刻和神像。尼泊尔这边的话呢，也了解它这个国家，它主要是四种特性，一个是神性，整个加德满都谷地呀、到处都是雕刻，这是个文物的宝库。因为以前的加德满都谷地呢，它分为三个小王国，就是加德满都、帕坦啊、和那个阿特冈那样子的。那么呢，他们就有三个王宫，然后呢，周围都有很多的寺院啊，很多的印度教的一些雕刻这样子的，所以呢，它可以说是一个众神出没的山谷了。然后呢，就是野性，它那个尼泊尔这边有一个很非常好的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叫做奇特旺，里面有很多的好像犀牛啊，很多的这些动物。再一个呢，就是灵性，他们主要是那个印度教的那个毗湿奴派和那个湿婆派。再一个呢，就是人性，就是说他们这边那个健步啊，喜欢登山的呢，全世界的人来这边爬山都是很多。那我们呢，主要的明天去的那个斯瓦扬布寺啊，那个附近呢有文殊菩萨的脚印。好了，我们绕一圈再出去。Bye.
是释迦牟尼佛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今天来这个地方呢是另外加上来的，我们行程之中没有安排，因为以前我找不到这个地方。那昨天晚上呢就非常感谢那个怀善法师呢，就把这个详细的聚集地点呢就告诉我们了，并且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也还没有什么门票，没什么守护，没有什么很多干扰。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殊胜的地方。很早呢我们在那个玄奘法师啊那个大唐西域记上面呢就有看到，但是呢具体地点呢就是到现在才来到哦，才知道才来到。这个也是大家这个善根福德智慧因缘所感得嘛，应该还是很殊胜。那么这个地点呢叫做大唐西域记上面啊，玄奘法师总共记载有150个国家。那上面有记载呢，如来涅槃以后呢在居士洛城呢八王分舍利，那么八王分舍利呢就那个这个呢就是其中的八王啊，其中的一王他所建立的这个国家叫做蓝摩国。蓝摩国呢，那么他们这个国王啊所建立的如来的舍利塔，阿育王用武功统一了全印度啊。阿育王呢他那个他的祖父啊曾经呢把那个亚历山大的那个军队啊赶出去，所以呢后面的话呢就把那个北印度、东印度和西印度呢统一了。那么一直传呢传到阿育王手里呢就把整个印度全部统一了。统一以后的话呢他在攻打南印度的时候啊见到呢那个杀人成杀人的那个血流成河啊，升起后悔的心。后面呢又得到一个沙弥的度化，嗯，这个故事讲过了是吧。那个沙弥呢在七天之内啊他就成就了那个阿罗汉果，所以呢得到那个那么就度化了这个阿育王，度化了阿育王。那么之后呢他就很信仰佛法，他就想有一个想法，把当时的佛陀涅槃时候的八大国王他们所建的舍利塔里面的舍利子全部集中起来，然后呢在御史鬼神呢造84000舍利塔。但是呢这个八王的舍利塔呀他还有那些护法神守护，所以呢他那个就取不出来其他的七个国王的那个舍利呢，那个舍利塔里面的舍利都取出来了，这座塔呢他就取不出来。而且的话呢那个龙王啊也没有现身，也不现身给他，所以呢他就问怎么办，他就问他的师父啊优波居多优波居多大阿罗汉。那么这个大阿罗汉就告诉他说大王啊你还要好好修行，还要好好积福忏罪，你的福报呢还比不上这个龙王的福报，所以这个龙王他也不会见你，他也不会告诉你那个舍利是怎么样子供养这样子的那么呢那个阿育王就听了他这个师父的话呢就精进的修行积福忏罪那样子
那么就当时呢，海底师傅就告诉他说，你怎么判断你的这个福报会多了呢？这个附近有一条河啊，这个河里面的龙神龙王守护这个如来的这个舍利啊，如来这个舍利塔。那么就那个优婆居多大罗汉呢，就告诉阿育王说，这样啊，你用20斤黄金，其中十斤黄金呢，就造一尊阿育王的像，另外10斤黄金呢，就造一尊龙王的像，就这个地方的龙王的像。哎，没有造之前呢，两边的黄金都称一称，在天平上称一称，刚刚是一样重的，刚刚平衡。但是很奇怪哟，造好像以后呢，两尊像在称的时候怎么样？同样用黄金，相同重量的黄金造了不同的两尊像。造好以后呢，阿育王这尊像呢就往上翘，龙王那个像呢就往下沉。为什么？那么这个国王，大阿罗汉优婆居多大阿罗汉呢，就告诉阿育王说：“大王，你看看啊，这个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龙王的福报比你要大，所以你不能够调动他的，你没有办法调动他。那怎么办呢？那就精进修行了。那么阿育王呢，非常精进修行3个月，几乎忏罪。那么看这个天平，慢慢的就。”他那一头慢慢就重下来了，慢慢就压下来，然后呢压到平衡，再他就看了以后就更有信心了，就更加精进修行。哎，慢慢的阿育王这个像就重了，龙王那头就翘起来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阿育王又再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哎，这时候这个龙王呢就主动出现了，龙王主动呢从河里面出来，然后呢他是畜生相嘛，他就变，马上呢就在阿育王面前就变化作一个老年婆罗门的样子来向阿育王顶礼，然后就跟阿育王说大王啊，其他的七王的舍利呢，大王可以去御食鬼神去那个殿南阎浮提造84000舍利塔佛舍利塔去供养，并且的话呢，我也愿意安排我的眷属呢协助大王去安奉舍利，安奉佛舍利。但是呢，这个南摩国的这个舍利塔里面的舍利呢，大王就不要取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呀，将来正法灭尽的时候，那大家知道这个正法灭尽，不是说这个经书上面有一些解释说，哦，这个经书上面的字没有了，字突然就不见了，这个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应该来说的话呢，就按照那个正法灭尽经上的说法，就是说佛法呢它渐渐的呢就产生了异化，所谓的形式化、简单化、神秘化和世俗化，产生了变异了，纯正的佛法呢慢慢的就没有了，正统的真正的修行解脱的方法没有了，都变成了一个影子佛法啊，就是说真正的人不见，就看那个影子佛法了，真正修行的方法也隐没了，真正肯呢去按照戒定慧三五六学精进修行的人也就很少了。所以呢，在《月藏经》上说啊，佛经呢分为五期，解脱坚固，禅定坚固啊，那么然后的话呢，那个多闻坚固、塔寺坚固和斗争坚固啊，这个是所谓的佛如来的这个教法呀，这个5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如来住世啊，那个以及呢如来涅槃以后不久，这么个500年呢是解脱坚固，成就的人呢非常多。第二个500年呢啊，那个就禅定坚固，大成就的人很少了，但是呢成就禅定的还很多。第三个500年呢就是多闻坚固啊，这时候呢能够成就那个4禅8定和9次地定的人呢都已经很少了，但是呢多闻佛法的人仍然还有。再往下呢就是塔寺坚固，多闻佛法的人都很少了，那佛教徒呢法师也好信众也好，都是热衷于去建寺院、造佛像、做法会，做水路啊这样那样做法会。再往下呢就是斗争坚固，造佛像啊、建寺院啊、做功德啊，也没有那个心了，都是在里面争名夺利啊、斗争坚固，那这个佛法呢渐渐就隐没了。
啊，你摸以后的话怎么样呢？这个人间的殊胜的供养品呢，殊胜的人天福田三宝的这些殊胜的供养品呢，它渐渐的呢，它就给那个龙王请到龙宫去了，那有一些迹象呢就显现出来。你比方说我们去的那个正觉塔那个地方，正觉塔那个地方呢，原来呢它是有两尊那个观音像，南北各一尊观音像。那当时的大德就说呢，这个像呢全部沉到地下的时候，这个正法呢就比较衰落了。玄奘法师去的时候呢，已经看到那个南面的那个观音像呢，这个土已经淹到这个腰这个地方。我们去那个拉萨呀，去拉萨大昭寺的时候也可以看到那个大昭寺，它那个墙上面啊，它有一尊墙上的石头啊，它有一头那个山羊。自显出来的那个山羊，现在呢可以看到那个头，等到它全部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大昭寺这个佛像呢也就给龙王请走了，殊胜的供养品就会请走这样子，那么呢就是说那个龙王呢就跟阿育王说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正法渐渐隐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会有大德出现，可以把那个这时候因缘具足。聚足很多种因缘，然后的话呢，可以把南摩国这个佛的舍利塔呢请出来，然后呢，也能够令正法再延长住世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来到这个南摩国这个八王之一为佛所建的舍利塔呢这个地方所朝立的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加持这么一个因缘。我们唱一个国宝赞。这个地方是殊胜的属一，你不要看它就是一个土堆那些好在呢，他们没有考古部没有去乱挖的话就麻烦了，到然后呢那些加持品它就隐没给龙王请走，那就麻烦了所以的话呢，那个如来的真身舍利是所在有无量的那个加持力。再一个方面的话，希望大家这个时间稍微抓紧一点我们在印度的时候就因为后面时间有一点点拖了，所以我们那个佛陀有天上降下来的地方没有时间去了。今天呢下午呢，我们时间抓紧的话呢，我们去那个斯瓦扬布寺那边去拜那个文殊师利菩萨的那个脚印。所以呢时间抓紧一点，如果慢的话呢，我们就减少一些地方，少去一些地方。所以就是这样子。那姻缘也非常好，那这边呢就刚刚是遇到那个伽玛嘎居那个教派的那个这个寺院的住持，我们请法师给我们开示，刚好呢他也很精通中文，所以大家以恭敬心谛听啊，请法师开示。你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行行行，因为我们是佛祖，释迦牟尼佛像不一样，因为尼泊多了，我希望很好，再见。可以。啊，可以介绍一下那个释迦牟尼佛。你不要你不叫历史吧，那就我们略说一下哈。刚刚听法师介绍了一下，法师呢他是西藏那个羊巴井，拉萨附近羊巴井那个地方的人，然后出来以后的话呢一直就在住持这个色瓦扬布寺。那这个色瓦扬布寺呢是那个尼泊尔最古老的寺院，创建于公元三世纪，创建于公元三世纪。那这个地方呢有一座佛塔，这个佛塔的高度呢是十米高。那么它这个历史呢是非常悠久了，公元三世纪呢就已经那个建了。那从佛教的历史啊，从佛经上面呢有这么一个记载，说那个尼泊尔这个地方，现在这个色瓦扬布寺，这个色瓦扬布塔这个地方呢，是过去佛，我们学佛教史呢知道有过去七佛，那就是说那个毗婆尸佛、湿气佛、毗舍佛佛，然后呢居留孙佛、居洛含摩尼佛、迦摄佛和释迦牟尼佛，那么呢这个一般称之为过去七佛。那么这个呢就是毗婆尸佛，毗婆尸佛呢在无量无量劫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在这个色瓦扬布塔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曾经呢种下一根藕啊，藕根呢、就是长莲花那个藕啊，种下一根藕，而且呢就当时就受记说这个地方呢将来会长出那个可以放光的莲花来，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建了这座塔。那色瓦扬布的意思呢就是自体放光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寺院呢是非常有加持力。那并且来说的话呢，那个文殊菩萨也曾经到过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呢也到过这个地方。在这个色瓦扬布寺的东面，我们等下呢朝拜完以后下去啊，会继续上车，然后呢在东面的山坡上呢有文殊菩萨的脚印。那据说呢文殊菩萨是这个尼泊尔呢开国的圣人，尼泊尔这个国家要开国的圣人。我们现在呢在这个色瓦扬布寺呢往那边看呢，可以把整个加德满都呢都看得很清楚，整个加德满都的夜景呢都可以看得到。加德满都呢它是它现在有50万人口，然后的话呢它这个海拔呢是1370米，因为北面呢有喜马拉雅山挡着，所以寒流不会过来。那南面的话是越来越低，所以呢印度洋的这个湿暖的空气呢它就可以吹过来，所以呢这边呢一年四季都是温暖如春的，所以呢号称为山中天堂。山中天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地。那其实整个尼泊尔呢它这个国土面积很小，大概只有14万平方公里，然后人口呢是2000多万人，还是一个有国王还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佛教的话呢就历史上很兴盛，现在呢宁玛巴、伽玛嘎居和格鲁都在这边呢都还是有寺院，主要是藏传佛教的寺院。那么这边也有很多殊胜的加持品，可以说呢没有加德满都城就先有这个色瓦扬布寺，先有这个色瓦扬布塔。因为那个加德满都城呢它创建的时间是公元723年，距离现在呢大概也就是将近1300年。那就历史上呢曾经分裂过，在公元12世纪到18世纪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加德满都谷地啊分裂为三个小国家，就是加德满都小王国，还有一个呢就是帕坦小王国，
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巴德冈那边呢有个小王国。巴德冈那个城市呢历史更悠久，它是创建于公元389年，现在的话有1600多年了。那这个所以说呢，先有这个斯瓦扬布寺，后有加德满都城，而且的话这个地方是古佛受祭的地方，那就那个我们前面说的毗婆尸佛呢在这个地方种下一根莲藕，后面的话呢果然呢就长出放光的莲花来。那文殊菩萨由中国的五台山呢那就来到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的话呢就在我们这个斯瓦扬布寺的东面的山坡上，我们等下去看呢会看到文殊菩萨的脚印。而站在这里面看到这个老百姓生活非常不方便，整个这个现在的加德满都城呢都是一片汪洋大海，一个很大的湖，一个很大的湖。哎，那么文殊菩萨呢就怜悯众生，就拿出宝剑来，就把南面的山峰呢砍了一个缺口，把这个水全部流出去。哎，文殊菩萨当时来的时候看这个湖中间长了一朵莲花，莲花就是放光的莲花，这个其实这个莲花的这个根呢就是古佛过去的七佛啊，古佛呢毗婆尸佛呢所种下去的。那在文殊菩萨来的时候呢果然呢长出一朵放光发光的这个莲花来，所以呢就文殊菩萨就知道这个地方将会成为一个佛法很兴盛的地方，而且呢就会这个古地呢会成为一个富饶的国土，所以呢就拿宝剑来砍了一个缺口，这个湖水流走了，然后呢就慢慢的这个人口繁衍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加德满都城。所以这个塔里面的话有很多殊胜的加持品，那法师呢刚刚也赠送给我一个那个非常好的一个圣物的那个加持品啊，这样子的。那就我们就继续绕一绕这个塔，刚刚法师也介绍这个塔呢有塔这个周围的这个佛龛呢、有那个释迦牟尼佛，有大日如来，有绿度母，有那个金刚萨埵，有阿弥陀佛，所以呢我们好好朝礼一下，然后我们用掌声感谢法师阿弥陀佛。我绕塔三匝吗？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皈依南无皈依金刚上师金刚上师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我们开始呢在那个斯瓦扬布寺内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尼泊尔呢他那个建国的圣人呢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古佛呢毗婆尸佛呢时候，毗婆尸佛呢曾经种下一根莲藕啊，那个莲藕种在那个斯瓦扬布塔那个地方。那并且呢就预言说将来呢，因为过去七佛啊毗婆尸佛呢是第一尊，那释迦牟尼佛呢是第七尊，他就预言呢在将来第七尊释迦牟尼佛视现成佛的时候呢，这个莲藕啊会长出放光的莲花来。所以呢我们绕了一下那个塔，那个塔其实是很殊胜的，那个塔又称为又称为自体放光塔，又称之为自体放光塔。那么那个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文殊菩萨呢曾经路过，文殊菩萨从五台山来的时候路过，就看到那个加德满都这个谷地啊是一片大湖。那么呢在湖中间就看到一朵莲花很大在放光明。那文殊菩萨就知道这个是毗婆尸佛呢曾经种下的这个莲藕呢所开出来的那个莲花，所以呢他就就马上呢就用宝剑了，
文殊菩萨他当年就是站在这个地方，站在现在我们这个地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足迹不是那时候文殊菩萨的足迹，但是地点是那个地点，那个文殊菩萨的那个足迹的那个石头，文殊菩萨当年站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石头的那个文殊菩萨的足迹，在那个斯瓦扬布塔里面，这个是一个仿制品，就表示这个地点。文殊菩萨呢，他站在这个地方，拿出宝剑来，把这个南面的山就砍一个缺口，这个湖水就跑掉了。跑掉以后的话呢，这个盆地呢，这个大湖呢，就变成一个很富饶的盆地。哎，是这么一个故事。而且那个塔很殊胜，是那个塔里面它有很多的那个它也称为天成塔，它里面有那个水晶啦、密勒日巴尊者的那个师公马尔巴一世啊，马尔巴一世呢，他的师父呢就在这个尼泊尔。那么这个马尔巴一世的师父呢，曾经呢就修法的时候啊，那个用神通把那个水晶就幻变成一个塔，那个称为幻变天成塔，那个塔呢也在那个斯瓦扬布塔里面。那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殊胜的加持品呢、啊。然后呢，这个国家他那个建国的那个圣人，我们刚刚讲过了，是文殊菩萨。那么之后呢，他的国王呢，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的国王是释迦牟尼佛的那个他那个家族释迦族的那个后裔。释迦族的后裔，那这个《大唐西域记》上面呢是这样的记载，就是说，释迦如来晚年的时候呢，焦萨罗国的国王琉璃王就率领军队攻打迦毗罗卫国，为了泄自己这个私愤，所以呢攻打迦毗罗卫国，攻打迦毗罗卫国呢，然后呢，迦毗罗卫国的很多的那个释迦族的人呢都死了。那其中有一个王族，释迦族的王族的一个人呢，就跑出来了，就逃跑了这个湖这个附近，跑了这个也就是尼泊尔这个附近的话呢，然后的话呢，他就很疲劳又很累了嘛，就在湖边就睡着了。那睡着以后的话呢，这个当时因为这是个大湖嘛，所以这个湖里面的这个龙王里这个公主啊，这个龙女呢，她就幻变成一个人间的女子，那就出来游玩，然后就刚刚遇上这个释迦族这个人，然后觉得他很可怜，就照料他。那照料他以后呢，然后呢，这个人呢，他一觉醒过来了，就发现身边有一个女子呢，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的话呢，就那然后呢，这个女子就告诉他，她其实她是龙族，是龙女来的。那然后的话呢，这个释迦族的人呢，就向这个龙女求婚，然后这个龙女说。你是人道，那我们是龙族啊，是畜生道的，虽然有神通，那这样子是不可以。然后这个释迦族的人他就发一个愿说，如果我还有福德的话呢，希望这个龙女呢马上变成为人间的女子。然后以他的福德的缘故呢，确实呢这个龙女就变成人间的女子，这个龙女就很高兴，然后呢他就回到龙宫，向他的父王，向那个龙王就说了这个事情。那这个龙王呢也就很欢喜，也就成就他们，让他们在这个尼泊尔这个山谷啊，这个山坡上面就住下来。但是当时这个国王呢，当时这个地方的国王就是非常残暴，那很多的老百姓呢都是敢怒不敢言，然后呢也没有办法，然后很多人都被这个国王无辜杀掉了。然后的话呢，就像那么些有一些老百姓呢，就请求这个释迦族的人呢，就牵头说那个处理这个国王。那这个释迦族的人说，我也没办法呀，我有什么办法呢？后面的话呢，这个龙女就提醒他说，让他去找那个龙王。那龙王呢就告诉他一个方法，说这样子好了呀，这个国王是很残暴，那你们希望除掉他的话呢，就是这样子，我这里有一把宝剑，你可以，而且我这里有一些龙宫的珍宝，你可以说这个是你去献龙宫的珍宝给这个国王，这国王一定会亲自接受。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就可以呢伺机除掉他，这样子就好像荆轲刺秦王一样。那果然呢，这个释迦族的人就把这个残暴这个国王就除掉了。然后呢，这个当时这个谷地的这些老百姓呢，就推选这个释迦族的人作为这个新的国王。作为新的国王以后的话呢，但是呢后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他那个王后是龙女，后面转为人身的了，转为人的了。那么然后的话呢，他这个龙的这个鱼豹还没有尽的话呢。很多时候啊，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国王，新的国王啊，就释迦族这个人啊，他晚上睡觉有时候半夜一醒了，一看就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王后这个脑袋后面长出九个
长出九个舌头来了，因为这个龙的鱼报没有进嘛，他就很害怕。很害怕呢，他就想一个什么办法呢，他就预先呢，就在下一次的时候，他就预先在枕头边上旁边放一把那个宝剑，也不让那个龙女知道。然后等到龙女睡到半夜醒来，一看看这个龙女睡得很熟嘛，他就拿出宝剑一剑就砍下去，然后把那个九个舌头就砍掉五个，然后这个龙女就痛醒过来了。然后他就这个龙女就告诉他说，这样子的话呢，你们这个会产生啊，你这样子的话，你把我这个头切掉的话呢，这样子的话呢会产生问题，就是说将来你这个子孙呢都会有头痛的这个毛病。那然后的话呢怎么办呢？然后那个龙女就告诉他说，你这样子你应该呢，就是说应该要祈祷那个文殊师利菩萨，祈祷文殊师利菩萨呢，他有方法呢，可以呢，就是说把这个湖水都放掉，然后呢我也可以请那个龙王，就是请他的父王，请龙女的父王呢，他们另外找地方住，然后的话呢把这个湖全部让出来作为一个父老的盆地，然后的话呢再建好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塔，然后呢就可以护佑到这个四家族的这个国王的子孙呢，就可以比较富饶也比较好，这样子。那么就《大唐西游记》上面的记载呢，大概就是说关于这个尼泊尔这边的这个圣地呢，大概就是说最殊胜的就是三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刚刚拜的这个斯瓦扬布塔。斯瓦扬布塔呢，它是先有这个斯瓦扬布寺，后呢有这个加德满都城，这样子的，所以呢，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明天早上我们要去的那个见解陀塔，然后的话呢，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莲花生大师成就红光身的那个山洞，这个三个是最殊胜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进来。